兄弟，他们上了。那就一个，就一个喷了，一跑了，一跑了。快枪吧枪。OK， 他死了，兄弟。我就这么说。他在哪？大仓房呀。我操！被你给打下来了吗？还有吗？太他妈准了。他三个队友在这儿，他三个队友在这儿，四标直接去抓。四标厕所有个打三枪的，往右边跑了，我不知道你打倒人在哪。就在我脸上，我打倒人。有打三枪，可能在你脸反坡绿线，找一下。我操，兄弟，我他妈站起来那一下差点马了，我操！没救起来，没救起来。现在打了枪头，这鼠标垫不滑了，感觉好像两个人在左右。我操，兄弟，打了一枪。拇指好蠢啊，这拇指还比个西。不漏了，前面两个，一个房顶，一个过马路。对，标点标点，蓝标那个楼顶。啊，太硬了！别打，别打，我刚拉过去。楼上二楼有一个蓝标，倒了一个，他倒在这个蓝标围墙那里，他跑下去了。围墙倒了，围墙又倒一个，我二楼还有一个。二楼。还抽了。来来，这可以的。这都不掉。就是我们进点坡停车了，头上枪。没看，就头上坡。我看了，我看了。我靠！我操！我操！你撸他？还有枪，还有枪。都就两枪头。阿西高问我们那个事儿。啊！哎，我操！里面有人。我有点抽了。哥，什么刀啊，哥？二楼，二楼，他妈太准了吧！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吧，再晚一点，你跟他说晚一点。OK。哎，生气了啊！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哎，他在哪？不对啊，我们要压三点。我红点，红点哥现在。红点吗？还有可能拿左边那个高坡树的。怎么吃雷了？右下，右下坡。没了，走了，不走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咱下一站。咱倒俩。最后一个人，这最后一个人怂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最后一个人。咱蹦蹦怼大仓吗，哥？我说咱们，他把天眼再突了。打两枪大炮，再往一楼。地后面打野倒了，倒了倒了。二楼，哎，这怎么还是别人的？哎，有个上面方打我的，不是他，被着火了。救！你玩去。我一楼两个，一个。上班时。本人你妈，屁个！哎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哎，不行吧？不行，打不死了，在这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就不管他，这个雷不管。我操，妈雷在门口。好玩。我操，兄弟，这 timing 兄弟，我只能说这 timing 啊，这个逼 timing 啊。没爆闪，没爆闪。哎，我操，因为我很残很残，这人超残。我操。完了，头一个没。哥们儿开门杀没打死他，人在哪？红砖一楼，到哪边？就这，我这房间里打药呢，我留死了一个，就他一个，左边的房间里，打死。这旁边还有呢？哎，这你给这我说了有两个队啊，孤狼。